我一直以来都是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保持在一个很快乐、很童真的状态。哥，你这个鞋是什么鞋？荧光哎，还漂亮。我发觉你蛮喜欢有颜色的东西。嘎嘎加尔，你越来越怎么讲？沉稳淡定，跟几年前我看到你不太一样。其实没有。有啦有啦有啦，他还是很可爱。请选择。你不是说条件吗？我说陪伴、啊、是吗、啊？是你说条件，不是是他刚说先条件的不是吗？我不是不是，我说是陪伴。你说条件。所以我真的现在有点纠结，我照道理来说是应该按照我喜欢孟慧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我明白，非常喜欢。Kiki Yomi 고소한 눈